往中间挪。稍等啊，来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你们差不多在五六天以后吧，启程去北京。这次的结果相比之下会比较残酷，向阳花合唱团和大白菜合唱团只能选一个，会在明年的2月份左右去到国外。那么我们现在这首歌要比以前的任何一首，任务更重，而且会有一些改变。我希望把《那年我5岁》这首歌放到我们最后一首表演。我是想让他们说出心里话来，然后我来归纳一下，写出属于他们的每一段歌词。希望你们能够去理解老师的这份苦心。我没有让你们唱我的歌词，就是希望它是属于你们的，好吗？现在你们都清楚了，今天就到这儿，谢谢。我想把《那年我5岁》在咱们第四首歌演的时候，把我的歌词都替换掉，所有的内容都是你们的。你记忆中，从出生到现在，有没有一件事情让你最开心的？在就是同学过生日的时候，在我过生日的时候，很多人吗？有，然后老师也来了。行啊，你过生日 party 还挺大啊。最开心的，就是大概我上小学2年级以后，爸爸妈妈希望我像乒乓球运动员，这方面进发。所以你是非常喜欢打乒乓球的，是吧？那你应该是你们学校里是不是打得最好的？在学校里，你最好的朋友是谁？杨七七。6年级的女生全部，还有妹妹薇。那当然，那是你哥哥。你喜欢合唱课吗？喜欢，喜欢。加入了合唱团，唱歌让我最开心。可开心了，是吗？在这12年里面，有哪一件事情是让你最难过的？你跟老师说说。没事。没事。那一次，爷爷去世了。在你几岁的时候？12岁的时候。其实一直以来都是爷爷陪你更多。还有奶奶。爷爷奶奶，奶奶现在还在，对吧？你觉得你有什么遗憾吗？有一件事情，或者是什么？在爷爷去世的那一天，我还一直在写作业，但是听到了海螺声，然后我就……你就是遗憾，就是没有最后哈，能陪一下爷爷。缓一缓，没事。我小时候是我姥姥带大的，我就记得我姥姥去世的那个时候，哎呀，我见到我姥姥的时候，我姥姥呢已经不行了，但是她一直还没有真的，就还有一丝气，然后她嘴一直在动。只有我的3舅舅能够知道他在说什么，所以我3舅舅就贴在他的嘴边，他大概说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这个时候汪峰可以来，就太好了。所以其实我姥姥她的意识一直在撑着等着我，因为他们告诉他我正在赶回的路上。我记得我到的时候是傍晚吧，然后我坐在他身边，然后我就拉着他的手，然后最后他就真的不动了，就我记得特别清楚，因为我小时候大多数的时光都是我姥姥陪我的。所以你说的这个心里面的这个感情，我是太明白了。
那和牛如果真的可以再来一次，你希望有什么东西是和现在不同的？我希望爷爷奶奶的身体都很好，然后我和家里的人都很团结。你记忆中十二岁之前，你有流过泪是哪一次？记忆最深的一次？就是弟弟说我为什么听不见。那个时候多大？我几年前。几年前？那就是你八九岁的时候是吧？但是他现在还是能听见一些的，对吗？没事，我相信他以后真的能恢复。啊？不会的。没事，啊。多照顾照顾弟弟。总有不开心，总有不开心。好遇到好就不开心。听不到的时候就不开心，听不到的时候，是吗？哥哥跟老师说，他觉得弟弟听不见声音，他最难过。哥哥说的，都很真实。这些来自大山里的孩子的，他们真正的情感。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子，最喜欢的就是在楼下玩耍。那爸爸妈妈回来了。有一天爸爸跟爸爸妈妈出去旅游，拿起了小提琴，四根弦成了我童年的全部记忆。弟弟说我为什么听不见。那年我五岁，爸爸对我说，爷爷去世了。是否曾你会一事无成。从某种程度，这首歌不是我写的，是他们自己写的，我只是帮他们记录下来。这首歌的歌词全部是孩子们自己的生活的，因为真实才是最重要的。那年五岁。今天我开始训练这首歌，完全重新编曲的，针对你们的 B 调的这个伴奏带。这首歌呢有十分多钟，所以时间对于我们来讲特别宝贵，大家千万不要浪费时间。我把歌词发一下吧。好，准备听一下，大家。马上。等一下，一个来。都是自己的生活更加有情感。想起了就是我们以前的事情呀，我就很感动。你们的声音呢，你们比这个女孩唱的都要好啊，因为她的处理啊，对。那么，不是。好，现在我们全体起立。好，我们现在准备啊，第一个主歌钟红唱四句，然后副歌的头两句所有男生，副歌的后两句所有女生，开始。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子。女生准备。
拐过去就是了。昨天的听力的体检，听声说话是根本听不到的。北京，北京。他如果右耳对着你，应该更清楚。对对对。老师。老师。妈妈。妈妈。这边是吧？这边能听清楚。我想给李明富换一个外部的助听器，他现在的每天要背一个接收器，然后这块贴在脑袋上面也比较大，我觉得因为这个还是要跟他父母说一下。走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对，我们稍微了解点事情。对，李明富的这个现在带的这个助听器，它是，我想了解细一点，是在这个耳骨里面埋进去了一个什么吗？是一根线吗？是不是线吧，好像是啊，做手术的里面安的有一个机器 有一个机器。那么像这个东西埋进他的耳骨，到从装上到今天没有拿出来过，没有感觉。所以他戴了几年了？看一下，3岁到现在9岁。六年。中间修过吗？有没有？没有修过，他没出过问题。一次他自己跑到府里面，掉到府里面去了。然后我就捡出来，马上把那个出风机吹干了，放没有开机，一晚上放在干燥机里面。好了啊。然后我想问的是，这个只管一只耳朵吗？是不是？所以其实他现在主要放右边耳朵，他左边是听不到的。听不到的，是吧？但其实另外一边也能治的。是可以治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我打算就是一个是看你们愿不愿意，一个看李明富愿不愿意。就是我想让他两只耳朵都可以，就是这边就另外一边也做这个手术，然后给他换成那个更好的那个设备，就我个人直接针对李明富。这个我肯定要首先要尊重你们的想法，但是做两边都做好可怜。那他听不到啊。听的是好啊。对呀、但是可怜，以后两边都又背住两个。背住两个、没关系。是这样，如果李明富也觉得两边太麻烦，好，没问题，那我就给他换一个更好的。那如果他愿意另外一边也做也可以，连手术这些我都可以，好不好？你如果想旁听绝对没问题啊，没关系，让他坐这后面。在试唱的时候唱石头在歌唱，他拼命在唱，其实他的音儿完全都不在那个旋律，他那种想要去倾诉，想要去表达自己，想要去歌唱的那股劲儿，我觉得是最动人的。没关系的，没关系。你可能是不是不太舒服这样？这儿震得慌吗？好不好？这样的话可以，我至少我因为我马上也要走了，我们这四五天之后我们就走了嘛，那我想有一些事儿我要做了。对，行，我就是这个想法，然后这两天我们就落实，我今天会打电话问清楚，然后到时候具体怎么着我就说好了，我针对你们家，针对李明富，好吧？ OK。好，那我们走了。谢谢 没事，别客气。谢谢了，感谢你。过两天我们去北京，我会带他去旁边的天津那个医院去看一下。好，谢谢。放心吧。好，谢谢，我们走了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同学们上课。哎。杨编码起来了。杨编码。好，我们现在从头来一遍。我嗓子有点痛。
和牛，你有什么意见吗？还是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？从三天前到今天，你每天都有非常涣散的，该你唱的时候不唱的，有什么是有什么想法，或者说是累，不是都可以的。真的，你们要告诉老师，你们以前都不是这样的。我一直在想，和牛为什么很迟疑的眼神，有些时候有点不开心，然后有些时候跟不上，这个对于他来讲是就不太应该，也不太可能。累，就是有点累哈，累我是肯定能体会的。唱了很多很多遍，老师又是非常的严肃，我就感觉到了很累。老师，杨斌马难受。杨斌马是感冒了还是怎么？他已经要累的晕倒了。那休息一下啊。这首歌太难，中间头绪多，连续练四五天同样一首歌，就很突出的感觉到大家有一种并不是有意的懈怠，就实在是一种疲劳，我都能理解。咱们已经花这么多时间了，又这么累，如果你们不好好的唱会不值得的，对吗？如果一会儿我录一遍的话，你有可能唱一遍吗？录完了就结束好吗？那年我五岁，第八遍。时光匆匆，慢慢我们也会变老，也为我当情人里世事的那百年。我还要坚持，不会退缩，付出更多的努力，才可以把歌唱得更好。我们马上就要去北京演出了，不能再这么开玩笑了。杨北马，今天回去好好休息，很需要你的状态和声音，好吗？你们是主力队员，声音如果出不来，我们合唱团会吃亏的。这两天大家累了，我就不过多说你们了。啊，你们也很辛苦，昨天打下的基础不错，还剩一小部分新的内容，今天把排练时间压缩到三四十分钟，想让大家休息休息放松，之后我就和你们一起回北京了。所以我很珍惜和你们在一块的这些时候，而且你们能唱出的歌声早就超出我的想象力。我希望你们在最后的这五天真的真的和老师一起撑住，不管有多累撑住，有什么要求有什么想法跟老师说，可以吗？嗯，这一次到北京两个团只能选一个团，所以我希望向阳花合唱团争气，咱们拿到这个名次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大家告诉我你们有没有信心。明天早晨八点半之前到学校，八点半我和你们一起出发，去划船呀。我已经累了，不要不听，我睡觉睡觉。下课。早晨好。李明富，给老师扔一个。哎呦我不行啊，今天背着书包呢。 OK 了，集合出发。快走啦，诺兰德在等我们。走了啊。小的时候我们总是牵着手一起回家，迎着夕阳踏着同样的步伐。下车啦。咱们都练了那么多天了是吧，咱们出来稍微休息休息。不坐船，我们几个要去坐船。我要花哥，我家里花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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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想我了吗？想你了。想死你了。光布啊，
光波，来来来，你怎么今天没去学校啊？你在这儿等着老师呢？啊？好玩吗？哎呦，我的天啊！王波老师，你白练一身肌肉。我也要上船。哎，你们怎么都上这一艘船啊？那我上其他船，在我妈上其他船。小心啊！哦，小心啊！这里呢，就是小洛水，这边就是这个村子码头。哎呀，我要滑下。这个山呢叫格姆女神山。拜拜，一会儿见。一会儿见。我们跟他们招手。他们在哪儿啊？他们在哪儿？离我们无。老师，不用穿进水衣了，我体能很。OK。我们。穿着都大，怎么到你呢穿着紧呢？别跳，脚胖，不胖。我瘦了一点。你瘦了？瘦了一点点。你看老师和羊鞭马谁胖？那我们俩谁重呢？羊鞭马。我不管你了。李明富，我们现在说话你都能听到吧？能听到。如果自己声音大的话，你这个耳朵会疼吗？会有疼的。如果老师给你装一个，你以后就会一边一个，有两个，你身上要带两个。老师啊，如果你是带两个不可以，三个不可以，有的一个可以的。因为很难受，对吗？对。我想给他再配一个助听器，另外一只耳朵再做手术，但是他说他不愿意。也许现在的目的已经不是为了让他能唱好歌，我觉得还是让他能够这辈子做一个有自信的人、开心的人更重要。那个包要不要？不要。我先下。老师，我来帮你打开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漂不漂亮这把吉他？漂亮。啊？酷。来，我看一下。我第一次见到日品。哇，好舒服啊！稍等啊，让老师坐好。来，你们坐在那边。坐在这。可以。老师，你见到这种如此美的场景，给我们点首歌吧。那年我五岁，爸爸对。缺一点东西，我的你会一事无成。那年五岁，爸爸对我说，缺一点东西，否则你会一事无成。那年五岁。小心小心，对。光复有模有样的，肯定是跟他爸爸去的多了。哟，这都是水草了。你们打不到鱼就别回来了。我们可以的。好的。有条鱼啊，我看到。哪里呀？那。哦，就是那个底下反光的，那就是鱼啊。那个它的肚子还没事。啊。抓到鱼，抓鱼了。有一只大鱼，大鱼，大鱼，鱼，抓到！在小时候的时候，我们在一起这两三个月的时光，这些孩子还是让我感觉到很美好的。咱们可以走了。这什么手套啊？就全有名字的哦，红在里面了已经。来，同学们领手套。我给每个人准备的这副手套里面都有写我的电话和你们各自的名字。买了一批手套，刚好去北京比较冷，然后想说，写一个电话联系方式啊，写他们的名字，然后给他们缝在手套里面，这样的话防止他们容易丢失。如
果你们万有什么情况，然后就打里面的电话来找我，好不好？来，羊杂石马，羊杂石之马，王九斤，杨恩心，李明富，谢谢老师，老师给你做的，娇娇老师做的，对呀，你的小爱心。光布，光布的是那个汽车的。明天我们出发去北京的时候，大家戴着手套走啊！谢谢，谢谢爸爸。家长，我们上一次见面是在学校的操场上，我们做了第一首歌表演。今天可能是真正近距离的，我和大家聊一聊。明天就要结束在达祖小学的全部的支教这个任务，带着孩子们去北京做最后一次最重要的表演。其实我心里一直清楚的，孩子们是特别辛苦。正好你们的爸妈在这儿的时候，我非常诚恳的想跟你们说，我要谢谢所有的这些孩子。每一次的表演，你们的歌声都会让很多人流泪。那最后这一次，我相信你们自己都想象不到会是什么效果。谢谢你们。那么接下来，其实我们去到北京，想再一次的看看有哪位家长呢，也想有没有什么在叮嘱我的、提醒我的。华发老师，我第一个哈，谢谢。可以换晕车。晕车。晕车。好。就是这点，就是其他。现在在座的孩子里面，大概最少有一半都是晕车的。哎，何洁，你是不是就是听坐车是不是都已经晕了，是吧？就是他有点晕。双胞胎。啊，怕晕车没事，晕车有药有贴。您说，哎。小孩比较调皮嘛。他还调皮，他多乖呀。上电梯啊，各方面，我说行动组还是多的。对对对对对。每时每刻都要看出一下。是是是。什么什么？各位家长的意思是让我代表家长们对你表示一下这个感谢，因为这几天大家都很辛苦，然后也看到了这个成果，这样子都感谢。然后最后我们每一个同学有一个这样子的许愿铃，然后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心愿写在这个上面，一会儿把它挂在我们的学前班前面有一棵树上。李明富，写在这里。写什么？你的心愿。我的名字。心愿。啊。心愿。心愿。不是，你自己心里面想的什么？以后，以后你心愿。嗯。希望让我两岁三岁以后嘛。我洗完了。好，来来，我们去把他们的许愿铃挂上，走了。常回家看看。好的，来，老师给你记。好，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来。那个谁，李明伟，不要再爬得高了。你的信用卡呢？我没有，就这只有你们的。来，我挂那。别人都看不到。对，不让他们看。那你给我看。我就是说，能放松自己，然后就演出成功而已。好。因为想再看到汪峰老师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赢。不能辜负他的期望，希望他们不要走。老师走了，我会舍不得。老师去了，
不再回到泸沽湖的时候，我想对他说，让他多陪陪他的儿女。他就是陪我们的时间多，陪他自己的儿女的时间很少。我爱老师邱小欢。我想跟娇娇老师说，谢谢他，来这里教我们唱歌、弹钢琴。他说他汪峰不是明星，汪峰是你们的音乐老师，一定要记住这句话。谢谢汪峰老师教会我们合唱，让我们合唱团走出大山。王老师辛苦了，谢谢你。同学们，找到爸爸妈妈回家，今天早睡。明天一早咱们啊学校见。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回来，回到达祖小学，看看这些小朋友。不要忘记这段时光。然后是不是可以再指挥他们唱其中一首歌？在这边的时候，一堆孩子经常会围着叫娇娇老师，娇娇老师。以后回去以后可能这个声音突然就没有了，我就觉得